在民间信仰中，直到了农历六月二十四日，就是上灶王爷的日子。家家户户拢会准备甜食来祭拜灶王爷，期盼灶王爷回到天庭之后，向玉皇大帝加讲我好话，来年通好为厝内带来福气。灶王爷的姓名叫做什么？民间的传说众说纷纭，有人讲灶王爷姓王，叫做王中龙。但是根据南朝宋后汉书殷世端的记载，灶王爷姓张，大名禅，字子贵。民间虽然对灶王爷的名字说法不一，但是对于来历的讲法却是一致的。伊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义徒宋无忌下凡投胎，在凡间经过一番历劫之后，再度升天为神，被玉帝封为东都司命、定福赵君，一心一意为查甫人传授道艺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。灶王爷的故事，上一集我们说到王中龙回来到故乡，在一个很无面子的场面撞到过长兄，长兄不忍心看到王中龙这样落魄，连在夫妻一场的情分，愿意再给两个人一次机会，共同打拼创造美好的未来。王家的四合院虽然空很久没人住，不过只要有人一摆住，就会当让这个家重新有了生机。这几年来，郭定香也有欠一寡钱，伊决定要伫个市集开一间小店，打算要卖面甲卤菜。夫妻两个人分工合作，王中龙先将小麦啊磨成粉，捏成面团了后，佮硬做面条。面条的口感 Q Q Q。含一挂丁香特制的肉色，一碗真平凡的汤面，就变成一道美食。一碗面好食的秘诀，就伫个汤头，是郭丁香独家研发的莲蓉汤。这间小面馆是郭丁香出资开的，当然店名就叫做丁香小馆。王中龙就成了店内的伙计。丁香选了一个风度吉日，想多一个好彩头，希望第一日开业就能高频满座。丁香为了打开知名度，决定促销三日，凡是点汤面的人客就送一盘小菜。丁香设计的小菜有足侪项，有卤味拼盘、凉拌粉丝、蒜泥肉片、辣拌牛腩等等开胃的小菜。面点方面有茭白阳春面、牛肉拌面、百丝拌面，也有独特的中龙炒饼。炒饼这道料理是王中龙想出来的，这是用肉饼所延伸而成的一道料理，是将肉饼切成粗条状，加入辣椒、姜丝、蒜苗丝以及青菜落去拌炒，吃起来香辣幽劲，是配酒菜的最佳良伴。讲起肉饼，就让王中龙想起令伊偏酸的代志。当家来落魄时，厝内无米，只好捏面团，将面团平均分成每一小块，佮将伊抡成饼，然后放淡鞋仔来用小火打烙，只要保持打熟，就可以食一个两三日。肉饼放到了第三日，口感就无佮遐尼好食。于是王中龙就将伊切成粗条做成炒饼，意外会变成一道美食。这回开店，王中龙特别改良，增加了一挂配菜以及
加重口味，让伊花的变心，成为一道配酒佳肴。虽然是小小的面馆，丁香甲张龙也是真用心伫咧经营。丁香小馆第一天营业都袂歹成绩，点卤菜人客真侪，不管是配面食，也是啉酒配菜，卤菜拢是卖第一号的。卤菜卖好食，除了卤的时间甲火候的控制以外，卤味包嘛真重要。上介简单的卤味包，上少爱有五项，包括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丁香以及小茴香。有人为着要增加香气，会加入甘草、胡椒以及蛋皮。安尼卤味食起来，除了有香气，也有一种甘甜的滋味。这个中药材里面，丁香就是灵魂，所以丁香小馆的卤菜才会大大受到顾客的欢迎。过丁香开店，就闻香而来的赤脚大仙化身一名老翁来到丁香小馆，走入店内，一脚床就坐伫椅仔顶，一口气就点了五盘菜，也有一壶酒。郭丁香看到老翁点了遐尼济的菜，就问伊说：“老伯伯，你点了遐尼济的菜，怎样食会完呢？敢要点较少呢？那无食袂完就浪费了。”老翁说：“啥人讲我食袂完？我的肚量可大咧，更何况又唔是我一个人食。”丁香环顾四周，根本无人跟在老翁的身边，满把狐疑地问老翁说：“阿伯啊，只看到你一个人啊？”老翁硬了一个解口说：“哦，因等一个就会来，我先点一挂菜等因来。”郭丁香不疑有他，就吩咐厨房准备老翁所点的菜。菜陆续上桌后，郭丁香仍然无看到其他的人来，问老翁说：“老伯伯，你的朋友怎样也未到呢？”老翁回答说：“我等一个就来呀。”老翁话一讲完，文昌帝君、先天上帝、天官、地官、水官等五位大帝全部下凡来，不过因并无化现出人形。六个人围坐一桌，但却只有看到老翁一个人。郭丁香看到这一幕，赶紧叫唤伫厨房无用的王将龙出来看。丁香与将龙两人四目直视着老翁迄一桌，看到老翁只食几嘴菜，其他一般般的菜拢被食甲空空。两人简直唔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。丁香问张龙说：“这个老翁是神也是鬼啊？”张龙反驳说：“大伯，你的哪来的鬼啊？我猜八成是神仙。”丁香质疑一下说：“敢会是那位元神呢？”别冤狗，这不无可能哦。伊曾经帮助过我，无料到这次又来帮我了。张龙以坚定的口吻说着，郭丁香听到白光狗三字后，煞欢喜袂起来。原因是伊开始担心这回白光狗敢会又故技重施，误人了后又搁爱回去。王张龙安慰丁香说：“我相信白光狗这一回袂搁再爱回去了，因为现在的王张龙已经唔是过去迄个张龙。”这次你会当放心的。赵王爷是玉皇大帝身边的玉犊下凡投胎，在凡间经过一番的历劫，再度升天为神。除了为男人传授毒艺以外，赵神那段千年的爱情故事也使人感动。精彩的节目需要大家做伙来推动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画布的号码42274784，户名是方发改基金会。
王家会予原先拍戏原型，是希望王周龙会当靠家己的双手来拍拼，唔通永远只会向依赖别人。白猿报答王周龙的温情，只是一时的，无可能随时拢伫伊的身躯边来帮忙。安尼会将王周龙成歹，害伊变成一个要食唔讨谈的人。人爱自助。以后人做，人做了后，才会是天做。虽然王周龙是玉皇大帝的儿子，宋无忌投胎来转世，但是未当全部拢依靠天做。家己若唔认真拍拼，安尼是袂用得的。这回王周龙总算是想通啊，愿意改革向善，才会有。天顶的神仙下凡来面店交关，有赤脚大仙的加持，丁香小馆的生意如来如好，为小店面变成两间店面。丁香的餐馆人客进进出出拢无停过，店内面的新罗嘛拢特别无用买过来啊。丁香餐馆的生意好。唔，也是人客来去频繁，也吸引出家人前来化缘。有一日来了一位出家人，伊就徛在店门口向出入的人客吐破。只要是有人在破来倒入银两，出家人就会回了一句：“阿弥陀佛，功德无量。”店小二看到这位出家人徛在店门口吐破。认为会妨害做生意，便向前去驱赶伊。这时被丁香拄好看到，便上前加以制止。丁香斥责小二高岁，未使对出家人无礼。丁香赶紧向出家人道歉，并且交代店小二去厨房准备斋饭供养这位师父。出家人对丁香说：“这位女施主真有佛心，佛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。”丁香回答说：“小小布施不足挂齿，因为店内有卖荤食，所以不便请师父入内用餐，请师父见谅。”出家人说：“不该输的，施主的这份心就有够了。”民众是一名混油精，随时拢靠食地而坐，入到店内用餐反而不自在呢。店小二小心实实地捧着斋饭为厨房内行了出来，嘴内讲着：“一碗斋饭是烧烫烫，拄啊起鼎的，顶头也呛着烟呢。”出家人看了满心欢喜，感恩地说。这是我吐破以来第一次吃到烧烫烫的斋饭，施主真是用心啊！丁香解释说：“阮小店内卖的拢是荤食，所以这斋饭是厨房特别为师傅做的，你就趁小吃吧。”随后，丁香为药剂来拎出十两银，要布施给出家人。发遭到出家人婉拒，出家人说：“佛陀生前告诫弟子，金钱乃是一杯毒蛇，因此佛弟子不可以接受过多的金钱布施，这样会养成了贪婪的心。”丁香说：“这佛陀也太不通情理了吧？万一化缘化不着斋饭，那不就要八肚了吗？”出家人说：“有一首佛偈是这样说：修慧不修福，罗汉吐堪钵；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披璎珞。”如果出家人化缘未到食物，那就爱怪家己的福报无够。像我今仔日不但化缘到食物，也是烧烫烫的，就表示家己太有福报了。应该爱会晓知足，怎敢再求金钱的供养呢？丁香看到眼前这位出家人，
甲过去所拄到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。让伊刮目相看，丁香说：“本店随时欢迎师傅前来化缘。”出家人对丁香说：“不妥，出家人未当有分别心，本应该随缘，随分接受供养，更何况我分忧在我。施主，感恩你的布施，咱后会有期，阿弥陀佛。”出家人捧着斋饭就离开了。这个出家人是原先来化缘的，主要是要来查探过程中的修行的进度是如何，是不是有参透道理，对金钱是不是有不同款的看法。经过这么多次考验，过程中的想法确实是有改变了，可以务实看待一切，因为参观的生理甲过去做的生意差真济，以前做一笔的生意拢是几啊百两银起跳，即马餐馆的收入是一点一滴几文钱慢慢啊累积起来。即卖日子当然无法度甲过去来相比，不过丁香甲张龙两个人过甲真踏实。接过一阵啊平淡的日子，无偌久。他们的生活又又起波澜了，因为李妙香的鬼魂要来向王九龙讨一笔风流笑。李妙香被大姐李婉香利用，当作一粒机理去引诱王九龙进入圈套。王九龙是生了暗中之病，但得到利益的是李婉香。不过台语有一句话说，侥幸钱失了了，李婉香为王家所得到的不义之财，让伊遭受了报应，落得身无分文，而且又疾病在身的下场。最后的人是李妙香，李婉香过了河就拆桥，只好小妹妙香几十两白银，就将伊打发走。三个月后，苗乡巴肚内的囡仔因为发生意外而流产，祸不单行的伊，在不久之后竟然得到怪病往生了。李苗乡临死之前也带着怨气，对着家己说：一个可恶的王中龙，明明心中也爱着过程乡，竟然也未来招惹我。就是想要利用我来替王家传宗接代，拢是你将我害到遐尼凄惨的。我若是死了，一定要做李贵去掠你。就是这股怨气未消，让李苗香死后变成了李贵，要去索讨王中龙的性命。有一日下暗，李苗香的鬼魂来到王中龙的梦中，对着伊说：王中龙，恁王家注定无后事，怪只怪你中世人无烧好香，才会让王家断了后事。我巴肚内的囡仔无去，就是对你上大的报复，也是对王家最大的惩罚。过去恁王家也有无光彩的事，父亲参加科举考试，到了五十岁才考到举人，五十几岁才去洛阳就任知府。一年我就意外死亡。有一句话讲得好：好人子孙啊，现在的恩降临在你的头上，你是得不了的。也有你，你欺骗我的感情，这笔风流债，我爱你提命来行。其实李苗香自小就爱着王中龙，只是王中龙不知影而已。王中龙十外岁的时候也未晓开嘴讲话。有一回过年的时阵，伊去阿姑因家，那时有一个三岁外的查某囡仔走到王中龙的身边，手里提着破龙果，
想要甲蟑螂做伙耍。阿姑对查某囡仔讲：“蟑螂哥哥、臭耳人、搁野狗，伊袂当甲你耍，你去找别人佚佗。”这个查某囡仔就是李苗香。感情的代志是想都想袂到的，何况是做囡仔时阵的代志。王蟑螂伫个梦中看到李苗香的鬼魂要来讨命，伊是惊甲困袂去，找大夫摕药啊。大夫嘛只是开安神的药方予伊食。每天的暗时啊，苗香的鬼魂也是准时来到梦中报道。既然求大夫无效果，王蟑螂只好请求神明来帮助。伊去庙内面请道士画几张符啊，然后伫个厝内厝外所有进出的所在，拢打一张符啊。伊的房间嘛有打一张，就是要阻止李苗香的鬼魂搁再出现。今仔故事，咱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赵王爷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赵王爷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郭丁香不忍心看到王蟑螂落魄的样子，愿意再给对方一次机会，两个人决定开一家面店。王蟑螂负责揉面团、擀面，面条软嫩有弹性，再淋上丁香特制的肉酱，一碗平淡无奇的阳春面就成了平民美食。其中的秘诀就在于汤头，这也是郭丁香独自研发的龙凤汤。对于这家小馆要叫什么名字呢？面馆是由丁香出钱开的，当然就要叫做丁香小馆。凡是来吃汤面的客人，丁香就会送上一碟小菜。丁香设计的小菜有卤味拼盘、凉拌粉丝、辣味牛杂等等开胃小菜。面食除了招牌阳春面以外，还有独特的蟑螂炒饼，这是王蟑螂想出来的。将烙饼切成粗条状，将入辣椒、姜丝、蒜苗还有青菜一起拌炒，吃起来香辣有劲，是最好的下酒菜。丁香小馆的小菜吃过的人都说赞，卤菜要好吃，除了时间及火候，卤味包也很重要，在许多中药材里，丁香就是灵魂，能够提升整锅卤菜的香气，所以丁香小馆的卤菜才会大受客人的欢迎。闻香而来的赤脚大仙化身成老翁来捧场，还邀请了文昌帝君、玄天上帝、天官、地官、水官统统下凡来吃好料。李妙香因为意外流产不久后竟然得了怪病往生了。妙香在临死之前充满着怨气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王蟑螂的错，自己死之后一定要化作厉鬼来抓王蟑螂。有一天夜里，李妙香的鬼魂来到王蟑螂的梦中对他说，现在厄运就要降临在你的身上，你想逃也逃不了的，这笔风流债我要你拿命来还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赵王爷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凡古开天有张画，菩萨心拢献花，玉皇大帝伫天顶，地间诸王护众生，众生献花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献本上殿神位，众生殿神位，安民官公上解公义气。革命时代的功，在心也叫做着功名，不在心里感觉黄梅，
行，阮互相转达行拢会通。寒山拾着真好啊，亲像袂惊苦袂相担。三太子二路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，二路骨头大大，欢欢喜喜，什么拢唔惊。先风爷上路叠算盘，做做歹伊上知影。车卡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袂定当。讨海人上爱拜妈祖，想予伊人平安免烦恼。因祖地富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放空唔通了心来做歹，卡踏实地求众亲爱保庇，予恁无烦恼。